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是一名猎人，抓灵魂的猎人啊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多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但是我们确实是存在的。这几天观察到一个新闻呢，在某个小镇的房子也十分的怪异啊，已经有五户人家因为特殊的原因搬离出去，他们专门遇到灵异的事件，但是完全没有人相信，所以我决定去调查一下，希望能有所收获。这房子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的啊，我的头好痛，有人从背后袭击我，我要尽快找出这个房子的怪异原因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玩一个灵魂猎人的游戏啊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调查这栋房子到底是为什么。得到一个手电筒，到底是为什么会闹鬼呢？这是厨房，看起来非常多东西可以互动啊，比如说这个东西难道是侦测鬼的吗？因为鬼他们出现的话会有一个超低音的声波，所以用这个来侦测吧。盐是纯洁之物，我好像可以利用它。白色就是纯洁吗？那糖也可以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引来蚂蚁呢。怎么回事？我可以进去躲吗？哦，没有，它自己开的。不是，我可以不可以进去躲？而是它自己开的。不管了，不要叫！我先收集一下盐呐，等它出现，我就把盐撒在它脸上。为何总能听见可怕的声响？躲在柜子中，我才能感觉到安全的感觉啊！黑影靠近我的时候，感觉快要窒息了。我姐姐哪里能比得上我？我比她漂亮多了。对，撒在你身上！这游戏也太强了吧！要赶快收集多点盐啊！灯光闪烁的不妙，应该要来了，我得赶紧躲起来。没有，我刚刚把他杀了，没事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？打不开需要钥匙。算了，我还是去死好了啦。不是啊，不能这样玩的吧？找到钥匙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在这边吗 ？Hello， 你在哪里 ？Hello， 没有啊，没人啊。有，天女散花，到楼上去看一看。这边的，哎呦，哇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边啊？躲起来，不要浪费盐。这几天两个姐妹又什么事情吵起来了？我这该死的病啊，一定是你病死。拿到银色的钥匙 ，OK， 这鬼有够吵的啊，这鬼，不小心太吵了，吵到我了。你在哪里？有种不要出来啊！银色钥匙也不是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？银色钥匙可以哦，有他的照片，我觉得这边一定是他的房间。有天经过书房，看到墙上的画，居然冲我笑啊！就是你吗？不要笑，你要是笑话，我把盐塞进嘴里哦。我在姐姐的化妆品中做了手脚，活该让他变，太坏了吧？你干嘛？墙上有很多画像，这幅画看起来非常特别，脸怎么没有了？看起来怪怪的。我知道自己拿笔来。不要！又一次成功，我逃过一劫，还一直喊为何毁我的容。Oh my god！ 我在看解说呢。什么东西？这不对吧？哇塞，一秒杀人呢！现在鬼都这么凶的，我们还没到地下室看过哈，我们去看看。只要烧毁人前的信物就可以让他魂飞魄散哦 ，Magica 哦，这边有这个哦，把戒指放在这边。哎呦，很靠近了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又下降了。为什么？原来他这边重生。OK， 我知道。难怪刚刚我会直接死，原来是在这边重生啊！什么东西啦！我死定了！不要！还好，来得及哦。厕所呢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厕所有什么啊？下面不磨呢？这一个马桶。OK， 小心这幅画，我们要靠近它哦。Ready？ 我先拿掉萤火了。好啦，靠近你啦。脸怎么没有了？看起来怪怪的。又逃过一劫了。不行！你不要再出现了！不要！很贱呢，直接浪费掉两瓶耶，在这一边，小心哦，不要让他重生。我看到他了，这边是厕所吧，对吧 ？OK， 厕所，我记得没有东西，对。Oh my god， 怎么回事？我不能动了。撒烟，太惊险了。不过从刚才看来，他可能死在卫生间啊，刚才那只是残影，对。有钥匙，爱心的钥匙，想想看哪个房间是比较有爱的、啊。后面。我不要走这边的了哈，难道是他一直守着那个房间吗？爱心的这个 ，OK， 他来了，赶快躲，让我躲。哇！他来了，我没盐了，等个十分钟吧。他来了，
你该不会知道我吧？哎，你有脚哎，你是人类吧？不要管这么多，我先走下去喽。孩子顾着这间房间应该就是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间房间有什么？有可以躲的地方？还是有盐巴吗？哎，前屋主，你买的盐太少了，买多一点。买那么多电池干嘛？买盐多一点嘛。噔，自动响了，躲。待就不干。哦，电视怎么突然亮了？明明是我自己按的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哎，躲，还好及时躲过他，不过他嘴里一直说：“傲慢的人，赶快离开这里，我会惩罚你们的。”我不是傲慢的人啊，我在关心你。对，这个柜子需要钥匙，难道就是这个钥匙？哎，使用，果然，我就可以拿到地下室的钥匙。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的，这个剧情我已经摸透透了。虽然我没有盐巴，但是我有三个电池呢。你吃不吃电池的？啊，不是这边的，完蛋了，是他那边的，还这边，还这边，还这边。喂，他怎么在上面？他怎么在上面？走！开门！哎，我这钥匙不是开这边的吗？钥匙不是开这边的，阿闷哦，开这边。哎，停着，不要动啊！快点走！啊！难道楼上还有房间吗？哦，这间，对，这间不对啊，这间已经开过了。哦，没有哎，这间没开过。哎，他的房间，拿到黄金钥匙，一定是地下室，这一次一定是地下室，没错了。我的姐姐因为我的愚蠢和傲慢居然自杀了，果然那个死掉的是她姐姐。我们去这一边，对，那边有鬼，那边。哇，有赖打哎，还给我！可是你怎么没有音效？哦哇哦，喂，哦，我尿都要抖出来了，哇塞！喂 ，Oh my god！ 哦，你怎么还在啊？哦，拜拜，一路好走啊！真是的，吓死我了！这是戒指哦，找戒指了。爸爸在地下室摆了一个图形，说可以驱邪，但是我感觉一点也没用。有用的啦，要相信你的爸爸，对，总有一天会帮到你的。但是你们家里的盐买的太少了，所以应该不会帮到你们了。不好意思，喂，你们买的盐太少了啦。哦，我们给他一点时间，还一点空间吧。你看，他过来找我了，不要过来找我啦，白痴哦。走，我们去那边柜子。走。OK， 我们待会就是要用赖打把旁边的蜡烛给点起来，对吧？哎，没有，我们先放萤火，对，放萤火在中间，放萤火，对，然后用赖打，点火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先放戒指。啊 ，OK 了吗？点火仪式，点火仪式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个 ，Oh my god， 这个看起来很像召唤恶魔，不像杀害恶魔啊。事情大概我有所了解，这两个姐妹和生病的父亲住在一起，妹妹天生漂亮和傲慢，把姐姐脸给毁容，并且还夺走她的未婚夫，姐姐自杀身亡，阴魂不散，一直在这房子里游荡。这个妹妹也是还蛮奇葩的嘛，不对，你没有妹妹。